近日，刀郎发行新专辑《山歌聊斋》，其中新歌《罗刹海市》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。这首新歌被网友解读成歌词一口气内涵多位娱乐圈明星。近日，汪峰对此做出了回应，并和大家聊起了刀郎的新专辑《山歌聊斋》。他表示，音乐从来就应该是音乐本身，而不是是非。在视频开头，汪峰否认了对刀郎有任何的偏见，或者觉得与他有什么高下之分，并表示自己对他十分尊重。在辟谣完网上的传言后，汪峰从专业的角度对刀郎的新专辑进行了分析，谈到里面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并不是最火爆的《罗刹海市》，而是《未来的底片》，并夸赞刀郎在这张专辑中完美结合了中西方音乐的特点。如果是百分制的话，自己会给他打93分，是相当相当的不错。最后，汪峰还强调，今天所谈论的不是解释，只是提醒大家去尊重一个好的音乐，去尊重一个好的音乐家。对于专辑作品，不要上纲上线，过度曲解，称还有一些更专业的知识没有和大家分享。